目前常见的半导体车载冰箱存在的问题，制冷效率差，保温差，抗震性差，使用寿命短，能耗高，安全性能低。英特尔车载冰箱采用德国压缩机，克服了以上问题，让卓越品质伴你冰鲜旅途。英特尔 T12 车载冰箱采用德国斯科普专业车载直流压缩机，性能优越，制冷可达-18°C，可以在高温环境中使用。专业的抗震设计，使用寿命长达10年以上，噪音不超过40分贝，在不同的环境下都能保证高效的制冷能力，最低可达-18°C，运行30分钟可以降至0°C，充分满足了各种自驾游的需求。T12 采用手机 APP 控制，车内车外灵活掌控，一目了然，精准每一度。T12 严格按照汽车抗震防抖标准设计，专业固定加专业减震垫装置，并保证在30度的斜坡上依然正常工作。整台 T12 车载冰箱的功耗仅仅相当于一部导航仪。T12 采用环保的高密度发泡技术，能在压缩机停止工作下长时间保温。电池保护智能设计，没有安全隐患。T12 使用高中低三档可调的汽车电池电量自动监测系统，能自动关闭冰箱运作，有效防止电池过度放电，避免影响汽车启动隐患，确保汽车使用安全。T12 在不影响后尾箱使用空间情况下，尽量扩大储存空间，轻松容纳20瓶330毫升的瓶装水或8斤的海鲜水产，提升自驾游的品质体验。T12 采用德国压缩机，整机设计卓越优化，使用噪音不超过40分贝，放在车内无任何影响。T12 可以根据您的需求，直接连接车内点烟插口，无需安装，轻松在汽车各个位置使用，也可使用交流电源工作，在家里轻松使用，使用寿命可达10年。无论是举家出游存放新鲜食物，还是和朋友聚会需要冰爽一刻，都少不了英特尔 T12 车载冰箱的陪伴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只要有英特尔车载冰箱，化妆品、药品一样可以随身随行，护航健康。卓越的产品品质是英特尔持续不懈的追求。爱上自驾游，爱上英特尔。